甲午战争1894年8月1日正式开战后，日军势如破竹，陆上海上连连爆捷。9月15日，日本陆军大败清军于平壤。9月17日，日本联合舰队大败清朝的北洋舰队。到了11月22日，清朝军事重地旅顺沦陷。此时，中日双方都十分清楚，日本的胜利已大势已定，日本的战略也因此有重大转变，开启了南进政策。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于11月26日写信给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说：“当不失时机，活用海陆军进攻山海关、台湾、威海卫。”伊藤博文因此在12月4日提出冲威海卫、略台湾方略的作战意见书，南进政策亦随即展开。日本政府一方面重新秘密开启钓鱼台编入冲绳县的事宜，另一方面准备南方作战的布局。1894年12月27日，内务大臣野村靖向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提出机密文件密别第133号，关于九长岛、鱼钓岛所辖标航建设之申请，其中提到，由于当时与今日情况已不相同，因此与外务大臣协议后，希望将此案以内阁决议提出。陆奥宗光接函后，在机密文件亲展第二号的回函中，同意密别第133号。一个月后的1月14日，日本透过秘密内阁决议，将钓鱼台跟黄屿片面编入冲绳县。其实，在此前一天，也就是1月13日，日本的大本营也决定编成澎湖攻略部队。很明显，明治政府的南进政策是经有全面性考量的。日本最终可以取得台湾、澎湖跟钓鱼台列屿，都跟甲午战争有直接的关系。明治政府眼看清朝在甲午战争即将战败。1895年1月14日，以内阁秘密决议方式核准冲绳县在钓鱼台列屿设立国标。由于是秘密内阁决议，当时并未依据正常程序透过天皇敕令或官方公告发布，因此外界毫无所悉。事实上，冲绳县当时也未依规定在钓鱼台列屿设立国标。一直到70多年后，钓鱼台主权争端发生后，琉球当局才在1969年5月9日设立标注。日本窃占钓鱼台列屿之时，甲午战争胜负已定。3个月后，派遣北洋大臣李鸿章在1895年4月17日与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清朝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以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我们把台湾全境，包括台湾的所有的附属岛屿，都割让给你日本了之后呢，那自然的，清朝在那个情况之下也没有办法再跟你去这个据理力争钓鱼台，哪怕那时候的这个清朝知道你这个窃占了钓鱼台，清朝也没有办法再回过头来反驳你的这样的一个窃占的行为。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甲午战争结束了。2个月后的6月17日，日本人古贺陈四郎便向日本政府提出租借钓鱼台列屿的申请。日本政府随即核准了他的申请，给予30年的无偿租借。古贺陈四郎的履历书中曾清楚写道：适逢明治27、28年，战役终结，皇国大捷的结果使台湾岛归入帝国版图，尖阁列岛也归我国所属。古贺陈四郎这一位最直接的当事人也认定，日本是因为甲午战争而取得钓鱼台列屿。甲午战争结束后的日本官方文献也将钓鱼台来历说得十分清楚。今天现存于冲绳县立图书馆有一本冲绳县水产官员在1913年编撰的宫古郡八重山郡渔业调查书，它里面就提到古贺要开拓钓鱼台向政府申请租借的情形。它里面就提到，
当时由于其境遇不甚明确，亦不清国所属之说，因此迟迟不见政府处置。适逢日清战役一期结果，台湾侵入我国领土，该岛屿之领域也随之明朗。很明显，当时古贺氏本人以及冲绳县水产官员对于钓鱼台的来历有一致的认识，也就是日本当时是因为甲午战争战胜而取得钓鱼台列屿。的确，再次回顾甲午战争从开战到签订马关条约期间的相关历史文件，一再证明日本透过甲午战争取得钓鱼台、澎湖、台湾。